咱们分手吧，小雪。嗯，思念哥。 你给我发信息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呀？我刚去文修院找你了，但是你不在。你去干什么了呀，素年哥？你还在因为那天的事情生气吗？我没有提前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怕你误会。 可是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，我决定我不出国了，我就陪在你身边。嗯，今天我在你房间看了你画的我们爱的小屋的设计图，每一张图我都好喜欢啊。我们一起布置我们未来的家，好吗？ 思念哥，小雪，嗯，我们分手吧。 Thank you.